咱市议会刊报是今仔日由着中华爱心艺术文创总会来举行着记者会，主要是要宣传着因将伫九月九号伫台南公园举办第一届台南市爱心二张杯街头艺术展演的竞赛音乐会。举办这个台南市爱心义长杯街头艺术展演竞赛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吼，因为咱咧讲除了义长杯的这个街头艺术诶，比赛以外，包括音乐演奏吼，乐团的演奏，啊，甲这个舞蹈，哦，旗袍的舞蹈吼，啊，佮有迄个变面呢，变脸啦吼。这场活动除了是由歌手乐团演出的音乐会之外，佮有包含真侪民间艺术、民间技艺、街头艺术表演的比赛。街头艺术技术的代表多方面啦，哦，啊，我为着佮个较清楚的，我拄啊写一含民间艺术，大家无论你民间有甚物款的活动。记忆的活动，舞蹈、唱歌、特技，哦，也是迄个独栋叉，迄庙会迄种的点头，迄嘛拢算民间艺术。主办单位表示讲，希望透过活动举办，让街头表演者会当有展演的舞台，同时嘛，让民众会当一遍的机会，当看到多元的街头艺术表演。同时，更加希望透过活动来接触到对街头表演有兴趣的民众，加入到培训的行列。南天新闻台记者蔡宏报道。